丝、猪肝、鱿鱼、海陆丰盛配料快炒，再放入龟条，烹煮出九如特有的捞龟啊小吃。还有比脸大的黑糖巨无霸馒头，引爆排队人潮，成为埔里的美食新地标。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，说不完的故事，每个星期天晚间9点说给您听。